啊，就是干半年啊，唔叫叫有迄感情，才写流浪狗的淡水出来。嗯，哎，就讲啊，就真正变个夹头巾，往个夹后面嘛，啊大条的嘛，啊唔叫挂着黄金，摕着巨大嘛，相当徛社会嘛，对无？为着生活流浪狗的，真正下台，真干因多呀，哪里哪哪里啊？哎呀，就生活化的。这个电影完成了，诶，广播版的上机和国中、高中做音乐教学的教材，本土音乐教学的教材啊，对音乐会用了解文化、了解历史。哦，这部分我嘛足希望会用做到的。你伫过金鼎馆咧，看到无限的可能，不是讲咱做传统音乐啊、现代音乐啊、南管、北管啊，我其实伫老师的。课程内底拢会去学到，啊，伫这个琴内底拢会听到，迄是我感觉足感动的所在。